當然就是我們的北韓孖寶。首先就是我這支護骨酒，大家看看護骨酒、OK? 各位，我賣護骨酒直接是賣到出神入化，這個是盒來的，對不起、OK? 為什麼呢？網上哪裡有賣？淘寶都有啊，淘寶都有啊，淘寶都有啊。180元人民幣，即係200多港紙。嗯，我會不會拿這貨？我當然不會，因為我在正廠拿出來都竟然曾經有懷疑不是假貨，是效能沒那麼高的貨、啊、當然因為我的豪賣，我們的銷售量令到北韓的老友記親自入廠入倉，已經確保了我們每一批貨，今次那些批貨全部是點到不得了、嗯 okay? 安宮牛黃丸這隻由北韓、啊、來到，由一個奇怪渠道，既然四海都說我不怕，不妨同佢講，係北韓嘅外交官拎過嚟嘅。咁北韓外交官香港有冇啊？我所知就冇啦。我真係啊，就喺大陸落嚟嘅。咁佢哋外交官當然有身份，多都唔驚啦。咁但係點樣落嚟咧？咁啊呢個啊四海嘅渠道，我就唔去查詢啦。好啦，但係當然我更加推介嘅咧，就係、是、無論我翻幾多貨，結果都係唔夠貨嘅。這個其實北韓孖寶不是這樣，大家搞錯了，以為這個是北韓孖寶。北韓孖寶是這樣為之一寶，這樣為之一寶，這樣叫做孖寶。因為這個是兩盒一起買的，就是安宮牛黃丸和它的清心丸。清心丸是作為清了這個底，然後吃牛黃丸，於是乎牛黃丸更加吸收，令到你、中風的機會大大降低、嗯、但是我更加多，我之前講過在更加多朋友 feedback 回來說這個清心丸真的碰到沒得碰。啱啱朋友又再跟我講，原來咧著 details 先，佢話無論你飲醉咗酒，或者準備去飲酒，嗯，係啊，食滯、喉嚨痛、作感冒、血壓高，乜撚好，唔關呢個牛黃丸事，含半粒清心丸入邊有十粒，含半粒即刻冇事。所以佢成日問我，你見到我次次一個禮拜嚟買10盒8盒、啊、上大陸，係啊。原來他就只是拿了這個安宮牛黃丸開門口，但這個清心丸大人小孩都吃得嘛，小孩子喉嚨痛得拍半粒，第二天繼續考試、嗯、那你如果這樣計，如果一個人1200元，那就一套嘛，如果拆開賣，他經常問有沒有拆開賣，即是600元，600元裡面有10粒，即是60元一粒，60元你吃半粒含撚住，屌你有沒含撚住半粒，第二天就說沒事，30元是不是太抵、嗯、而且是全純漢方中藥，屌你沒有農藥添加，咁樣一套屌你老母救命兼夾保健嘅清心牛黃同埋安宮牛黃丸只係1200元，呢、這個牛黃丸入面有6粒，係牛黃丸啊，同仁堂一粒都賣700多啦，六粒係賣4000-5000元啊，加埋呢個嘢係賣成皮嘢，而家係1200元。That's why 呢個係咁撚 sell 寶咯，點能夠唔買？嗯，喂，六第一張相咧，大家嗱就係、是、我呢排咧成日喺度 sell 緊嘅安宮牛黃丸。咁點解我要講多次？因為我上次做呢一集嘅時候，林康正唔喺度啊。OK， 呢個安宮牛黃丸係咩呢？其實就係北京同仁堂啊，或者馬白良咧嗰個牛黃丸一樣嗰類嘢咯。咁但個藥效咧，就當然係非常之我認為甚至乎會仲好啲嘅啊。咁啊，對於心血管啊、飽血管啊、中風啊嗰啲咧，全部係即係有藥，即係藥到病除嘅功效。好啦，再睇第二張相，呢個就係一套嘅叫。嗱，而家呢個係紙盒，但係我哋現貨咧就已經係用唔用紙盒，用木盒更加高級。呢、這個叫咩啊？安心牛黃丸啊，我都清心牛黃丸。嗯。嚇、啊，咁啊連住呢個安宮丸食咧，嗰、那個藥效我有，仲係更加好嘅，就係更加勁嘅。OK，、嗯、最後我哋睇埋。嚟到北韓旅遊，行到邊影啲乜都管住曬。但有中国领队话，仍然有不少广东团中意去，为的就是大手买入开城人参和安宫牛黄丸。他说广东团买亲开城人参，次次都是先开一盒验货，验完就成箱成箱咁买。又话开城人参的种植和加工秘方，得当地条村的人先知噶咋，只晒上午的阳光，养咗6年先会入药。他声称只有买这两样东西才有些佣金的，所以想学好广东话接待广东团、啊、
安宫牛黄丸呢只由北韩，由北韩啊嚟到，由一个奇怪渠道，既然四海都讲，我不怕，不妨同佢讲，系北韩嘅外交官拎过嚟嘅。咁北韓外交官香港有冇啊？我所知就冇啦。我真係嚇、啊，就喺大陸落嚟嘅。咁我哋外交官當然有身份，多多都唔驚啦。咁、但係點樣落嚟咧？咁啊呢個啊四海嘅渠道，我就唔去查詢啦。我面前呢一扎產品，咁其實咧呢一扎產品咧，如果係我哋嘅 friend 或者係四海哥嘅 Facebook friend 咧，咁都見到四海哥其實就唔係叫做經營啊。佢純粹咧，佢有幫友喺一個渠道入邊，喺呢一個北招先，其實嗰個叫招先啦，話北韓啦，嚇、啊、可以攞到呢一啲藥物翻嚟，咁當。